这里呢就是著名的巴黎圣母院。巴黎圣母院呢，作为这个14世纪竣工的巴黎非常有名的建筑物呢，但是在2019年遭遇了严重的大火。后来呢，修复工作从2021年开始。法国政府呢原本计划呢在2024年奥运会前呢能重新开放，但是目前来看呢，这个愿望呢只能在今年年底才能实现了。不过呢，主办方呢还是很有心的，在旁边呢树立了一个以巴黎圣母院为背景的奥运的大的幕墙，从而呢也成为了这次奥运盛会的一个著名的地标。